前列腺的炎的原因，总体来说可以分成，就说是感染性因素，比如说细菌感染，这是一类；还有非感染因素。这个非感染因素呢，往往就跟病人的这个排尿啊，还有自身免疫啊，还有这个性功能情况、性生活的情况等密切相关的。尤其是一种跟排尿相关的，男性在排尿的过程中，他这个尿液呢，通过前列腺部尿道，然后排出体外。所以，如果说前列腺部尿道这个地方压力相对高的时候，都会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尿液反流。如果说是这个尿液里头有合并感染的细菌，那这种细菌有可能就感染进入前列腺内部，引起炎症。如果说即使没有细菌，一些尿液中的一些化学成分反流进入前列腺的腺体里头，也会引起一种化学性的前列腺炎。但是这中间还有一些盆底，还有其他相关的一些问题。前列腺的因素，我只能简单的这么概括一下。其他内容还是非常复杂的。